踮身边，我困也困袂去，起起落落，反反复复的暗暝。昏暗的身边，双人陪欠一米。是你，是你，走入我的世界，孤像遥远的天边。已经习惯你的水，才会看见拢是你。风吹草动，拢是你的声音。一夜落的暝这长，等待落水的花蕊，可比我对你的相思。梦着你，想念你，牵着你，我愿意。思念化作乌蝶，梦中记。已经习惯你的水，才会看见拢是你。风吹草动，拢是你的声音。一夜落的暝，无情无义，凊凊彩彩的人。泉州蔡燕姐这么保守的人，伫外口嘛有饲小狼狗的传言，连巧玲是安怎袂用的？妹子啊，我讲会讲唔对。阿母，啊你是当时请一个发言人啊，妈伫咧问你的话啦。啊这王美芝哦，在边啊，甲咱蠓仔同款了嗡叫。啊你敢会当叫伊莫讲话啊？大人计讲话，囡仔人是会插什么嘴啊？我伫咧教我阿舅讲话，啊你是凭啥物教死我啊？你是当做你甲我阿舅做伙哦，就会当做我的舅妈是无？我甲你讲啊，我的舅妈哦只有一个人啊，就是巧玲姐啦。就算巧玲姐哦，我爱甲阿舅复合啦，嘛绝对哦轮袂到你这只盐酥鸡。你什么人敢给我查囝？我著甲伊拼！罗守正。严巧玲永远拢是我的情人，我绝对会找你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上好莫让我发现巧玲的失踪，甲你有关系。你好，行。妹子啊，天下答辩甲阮姊拢歹面相看，我安尼就歹做人诶。我是咧替你解围呢。你无感谢我，讲你怪我。罗彩燕，唔免伫遐摇摆。等你找到严巧玲的时阵，伊早就无命。我的生活因为严巧玲去弄到乱七八糟。既然你这么要紧伊，安尼我一定替恁好好啊照顾。支援这些美食节目的容易啊！你哦，爱好好趁这个机会，甲各家店采访技巧提升，知影无？好啦，小戴哥，我会好好哦。先拜，过去哦，我弄好势啊，角度嘛我调好啊。我来看麦。你看麦。真正摆了袂歹，我是感觉我家己哦，真正是慧眼独具，我就知影你就有天分呢。相信哦，你只要肯打拼，无偌久你就变做一个足厉害摄影师啊！失败。我小袁对他真有信心咧，我一定繼續拍嘅。加油啊！ 你看，这是阮爸送我的礼物。啊，你顶下有叫我去甲阮爸甲话好好讲互清楚。啊，伊是嘛，万一就是我做记者呢，真正就多谢你耶。恭喜你耶，总算甲你爸甲代志讲互清楚啊！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爸母哦，佮看咱唔对，咱咪袂用怨恨爸母，因为哦，人你讲啦，那是怨恨爸母。 我拢知影啦，啊，你莫一讲到很多念经，啊，教化人心啊，我又没有多坏啊。大姐，哎，宇豪，你这支麦克风敢会收高调？白色的麦克风是刚好你用的，你要开演唱会啊？哎，你唔捌啦。 啊！你近期唔捌听过一句话哦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啦。啊，这金白色的麦克风哦，将来哦是我朱雨和记者的招牌啦，也当哦替我制造良好的形象。看我这厉害！我就讲你唔捌啦吼，隔行如隔山，啊，你就继续做你的甜点师傅就好啊啦。哎，对啊，阿成哦，啊，你今仔日要介绍什么甜点啊？ 上基本嘛，上高刚的肉桂卷，你今天要去吃看卖？哎，好啊，三十一样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这部的制作人，我是主持人高原小姐，对吧？您好，今天的这部就要麻烦您到三楼来吃喽。好，没问题。你是谁吃的？ 可惜，你声量袂歹，啊，佮就有亲和力的。但是讲目前哦，一定很有观众缘。你甲我讲真笑，我是捌做过临时演员啦，啊，唔过什么讲目前演做明星，我无兴趣啦。哎，话袂当安尼讲，这是做节目的，什么代志拢有可能发生。哇，竟然有这么水，佮这么少年的制作人，看来伊对上到叔叔的印象真好呢。 上到叔叔笑到安尼，一定嘛感觉高制作真水吧。来来来，来听我讲看卖，我是我意见。我是怎样肉桂哦？ 温肾补阳、散寒祛痛的功用啦，啊，摕来做面包，我可以头一盖吃。想袂到你唔但遮尔念经哦，博学多问呢。陈红，这肉桂卷哦，真正足好食呢，赞。这也是阮会请安师傅来上阮节目的原因啊，我会敢讲吼，足准的。来。 大家拢准备好吗？要开始录影啊！嗯。无啦，不准配饭了。我准备好了，你若是看无，会咱直接帮啊。好。你要去无啦？歹势啦，我无等下就是徛上久，较着紧啦。跳椅啊！我扶你，你先坐落。我有富贵推拿，会当替你按摩手。上道叔叔是安怎对迄狗制作遮尔好啊？有看我无？多谢。可是我想想者，是安怎我感觉有看上道的眼神，甲一般人无同款。 小林，你真正真有人诶，真得人疼。虽然伊即马倒伫病，嘛有人来替你教书。拢是为你，我甲素贞诶感情才会遮尔坎坷，才会有遐尔济人，所以我甲素贞做伙。 我才会得袂到守正营这的领导，拢是因为你。你连死，拢死到这唔甘愿，就连死，嘛要继续折磨我。 袂让你死得这么轻松，我爱你跟我同款痛苦。就算你要去做鬼啊，我绝对袂这么简单就放你散。我会请厨师把你拍到魂飞魄散，你永远拢袂当超生。林巧玲。 应该就紧去上咯，莫搁留伫这个世间个人怨啊！我甲你讲，只要你一天无死，我就继续甲你凌迟。 是的啦，我唔知影你对肉桂过敏，啊一定爱去食肉桂卷，我真正就是嘞。这跟你无关系啦，我家己嘛唔知影，我对肉桂过敏。不要紧啦，你们要回去。哎、欸，你看你妹啊，我带你去便所。你来，妈，你昨下你有啉完无？啊，你今日拢无食物件，来啦，啉些牛奶哦，补充体力。情迷乱的滋味，付出的情袂离去，我会祝福你。只要那你是不是有什么话，你甲我讲？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？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？妈，这姑娘那边哪有毒物反应啊？ 是安怎？你讲想要辩解？报告顶面写了足清楚的，我是长期互人下毒。嘉明，即阵啊，敢若你泡牛奶互我啉尔，还阁有谁？妈，你在认为讲我想要害你啦？我先做要安尼做？ 你唔相信？我只话你唔好你看。妈，你等我你唔玩嘛？ 我即摆叫你妈，后表是讲我已经独独啊！妈，我真正无理由害你，是毋是这份报告有问题哈？哪有可能？医生讲了真清楚，我是长期互人下毒，才有慢性中毒的反应呢。慢性中毒？那这么恐怖？到底什么人这么中毒？伫你姑娘屋内面下毒啊？ 啊！敢袂做小青哈？做小青，讲讲最近伊伫威胁我，讲要教训我，就是这個。绝对是啦，只有伊哦，有法度做出这款代志出来啊！而且伊就是惊讲哦，你会阻止我将钱提给伊，伊才安尼做的。还够啦，咱厝内面物件放伫倒位，伊拢知影。 伊嘛知你该食啥物件，敢毋是咧？啊！唔过伊是要安怎？你来咱兜搞下毒哈？啊！自从伊离开了后，咱厝内面事拢无我过啊。这几工哦，我是无法甲咱厝内面事拢我过，尤其是大门啦，也够有啦。这几年阮哦，你拢莫佮你妈，这几工我哩要信的，哦。 妈唔知伫咧想啥，我哪会当误会我的心肝囝？是嘞。哎妈，顶头安尼讲啦，你最近拢是我泡过你，互你啉的，你会怀疑我，这嘛才正常啊。这做小生啊，想要塞弄咱啊，无遮尔简单啊。我即马就来哦，去管理室调监视器来看，到底这几工啊？ 做小心，偷偷来咱厝诶，好。我刚才不是假面，我刚才不是假面。学校现在无代袂走入牛奶啊！敢讲伊去提防我，既然是安尼，快动作来下紧啊！客气啦。两兵千日用在一时，我这个带咧老卡的小兵随时等你来。 最少带一包粪扫来底，是不是有咱合照啊？啊好啊，这个歹找啊，爱去粪扫场找啊。无啦，我无等啊，我嘛袂去等啊。要紧啊，等下嘛好啊，安尼你有我，啊够有合三个人，会当接一场新的啊。这个莫去互迄个演技来插话啊，咱三个人去就好。啊，你最近好无？ 我听好。你好，我就好。啊，雨禾最近唔是去电视台上班，咁顺利。你来问我，雨禾唔是你的眼线，恁两个唔随得联络，伊的状况，你应该比我更加清楚才对啊。哦，你很难聊天呢，你要讲我要安怎赢啊？ 而且我答应雨禾，袂当泄露伊哦廖伯仔的身份，我嘛袂当甲你讲，你倒粪扫时间是。我对你讲出来。三老叔叔，阿你人有较好无？有啦，一路行落来哦，你问你十几届啊？啊，我着烦恼你。 跟 Chris 哦，两个人终于破冰啊！我看了真感动呢，呀，来个拍照好。哎，等下啊！哦，你真正是做不解风情呢。我跟 Chris 哦，两个人哦，真无简单才会当讲话。咱两个人啊，莫去做电灯泡啦。咱应该想看卖要用什么方法，才会当哦，加一寡时间互伊两个相处。 我有办法啦，行。老赵，快！我才才跟你妈咪讲着，你就做下啦。我跟你妈咪是咧倒粪扫的时阵拄着。啊，恁两个是目睭疼？哦，无啦。 我无目睭疼，啊疼的人哦是送到叔叔的巴肚啦。对啦，我今日真正有够衰，过敏，安尼日头日头透到大肠小肠拢要透出来。过敏，啊你干嘛？有较好啊啦，有看过医生，嘛食药啊，应该是无代志。也毋过因为吐伤侪物件出来，即摆感觉巴肚就枵的。 我嘛巴肚枵啊 ，Chris， 你嘛赶快巴肚枵。那安尼哦，咱做伙来去食热炒。好啊，人最靠点菜啊。嗯。啊，好啊，无做伙去食啦。耶！呀，咱来去食热炒。 与何的关系总算是有进步啊！我都爱打铁趁热，甲伊将较早的感情拢捡回来。这个礼物一定会喜欢，我要亲手将这个礼物给伊送给伊。为着要去找雨禾高调低价。 稍等一等，我请。这样你讲的哦，那内外点山珍海味啊。什么问题？你惨啊啦，我跟你食倒啦你。来啊，食看卖啊。干杯！雨禾，我有预感，你继续安尼发展落去啊，最后主播位置一定是你的。我唔敢想啦。人迄主播啊，要有脸蛋哦，都有脸蛋；啊，要有身材哦，都有身材。啊，上重要是气质啊。啊，这行哦，我无啦，所以哦，我还是做一个小记者就好啊。啊，你做一个小小记者就满足啊？ 你上无嘛，要设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啊！哎呀，我的代志无重要啦，今仔日上重要的代志是你教我妈。哦，有人打电话我接着。喂，哦，小戴哥哦，哦，你讲有即时新闻，哎，去采访，好啊好啊。 我甲上到叔叔马上过去啊！好，拜拜。哈，我拢未食着呢，一定要去哦。哦，工课较重要啦，你若是要食哦，我等下陪你去食。呀啦。哦，好啦，那大嫂 ，Chris， 歹势啦，啊你家己食哦。你到老食，我先来走。 做些什么工课啊？才在练习，这我还没开始食嘞呢。因为我刚要制作起来，咱两个分享。什么制作机会？咱只是朋友俩，冇得讲。好，对哦。歹势歹势，我找伊，我家己哩，我家己。 我就会传的，我来吃。好，这是今仔分店招待礼物，多谢。你讲我多饮酒，谁讲我袂饮？你吗？好，好啊你。没问题。 干杯！干杯！看奶油，你这样敢好？袂歹哦，袂生油。有你吗？你欢喜，我就欢喜。哎，是安怎啦？哪会啉两杯就醉安尼？你唔是讲你酒量真好？我嘛唔知，我酒量就无遮尔啊歹。我头就晕。啊！谁？ 来讲我头遮尔硬，这无亲像是啉酒醉的感觉。能查照。是。安怎？惊水哦！运动进前爱暖身啊！我要落去啊啦！ 咱今晚的比赛，什么人先跟对比，输的人在抢赢人一分，安怎？好啊，啊，不过你当小一撮，我嘛足久无游泳的啊。你会游啊？这拉三，这样游啊？哦。进。哎，你逃走啊？ 多谢。嗯，啊，暖身这么久啊，还给抽筋哦。哦，人家就更小哎，我头假包，给人脚抽筋，人家哦不用再拍代志啦。哎我们是讲哦，拄则你确实哦，手臂我较紧啦，咱哦袂使约定同款，我爱请你食饭。既然有人真想要请食饭，然后呢，我就无客气啊。嗯哼。这个啊，咱去离开这哦。咱三步去啊。你找啥？吃啦。 恁所做诶代志，拢一起啊翕起来啦！即马要穿啥？内裤啊！这弟弟下流少年，哎呦，安娜，长是伤骨啊啦！即马两骹，你动什么骹手？你家己心内有数，莫遐口舌。 你想当收银是吗？我敢若希望啊，你会当将这个物件紧签签。你根本唔了解，我嘛赶快来签。 这是多死句。你先卖着急吼。但这份甲以前的是无同款的哦，你上要看清楚。啊，这份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啦，就是希望你会当将所有的财产啊，伫我家的你1,500拢袂当拿走。所以之前我过户你遐吼，你嘛要全部拢吐转来去。 安尼我甲你保证，恁的相片绝对袂曝光。啊，若无我是烦恼如何啊？伊嘛唔敢承认，遮尔见笑。苏火炉，你真系补体啊！对，我补体，我卑鄙，我下流。但是要讲几遍啦，即马先卖讲遮济嘛。 你即摆应该做的啊，就是乖乖明仔下晡的时阵啊，去到户政事务所，我嘛请律师将这个财产过户的物件准备啊好势，咱做一个解决。那这以后你要安怎骂我，凊彩你啊。彩燕，你先莫生气，安尼让伊更加得意啊。朱火炉。 你遐臭钱，我根本无遗憾。好，明仔载我就去跟你签字。真好，明天见哦。彩燕把财产吐出来，有真侪个方法，凊彩找一个查甫人，甲伊就名床，安尼就好啊嘛。谁安那要伤害阮哥？但是罗彩燕伊就是无甲任何查甫人来往嘛，伊就只有甲恁哥行了较近尔。而且伊遐尔要紧做小明着，就是爱用这步，伊才有可能将这钱乖乖吐出来啊。迄就是你嫁咯，找无别个方法对付罗彩燕。 一个无权无势查某人，你嘛无才调应付，搁要甲阮哥拖落水。袂啦，你放心啦，绝对袂将恁哥拖落水的啊！因罗彩英的个性我真了解，一定将全部的财产拢交出来。安尼到迄阵，这相片就袂曝光啊，恁哥嘛袂受到影响啦。 啊！你做你放心。等我若甲罗彩燕离婚手续办好势以后，我就会将所有的财产拢过户给你啊。安尼到时阵，就会等你甲李佳明离婚啊。李佳明是一个秘密拿在我的手头，就算讲我无甲伊离婚，伊嘛袂对我安怎。即卖伊敢若会当听我的？ 咱就利用这点，为公司集团谋更较侪好处。南无的城市，热恋的滋味，付出的情袂离去。我的只拢是你，风吹草动拢是你的声音。 做工课啊！啊，伊做工课时间无固定，我想要来甲你款相同啊。而且我嘛无希望你去白泡食，我今日食白肚。妈，我即摆已经唔是囡仔啊！哦，你讲你烦恼我的三顿，你即摆哦应该烦恼你的感情。你昨昏甲 Chris 进展如何？无安怎？恁昨昏离开了后。我甲 Chris 就开始倒菜食了，我甲讲伊工作的代志，然后我就回来啊。雨禾，阿妈咪办的身份证，你敢有甲我摕啊？有啊。你今仔日要用？我今日要甲恁爹爹办离婚，下晡我就会去户政事务所啊。 想袂到拄办第一天尔，特别讲话是。妈，这是好代志啊！安尼你就会当恢复单身，甲 Chris 做伙啊。单身就单身，甲 Chris 什么关系啊？身份证一直找无，结果是叫留我睫毛卡内底。妈，哦，你嘛真正是，你这皮包用啊几十年啊，你看你内底啊，拢有一大堆什么发票啊，啊是利利扣扣的物件。妈，等我以后领薪水的时阵啊，我再买一个新的给你啦。唔免啦，啊，都过当用嘞，还阁好好啊。雨禾。 今日去上班啊，还袂迟到啊？好啊。妈，拜拜。梅老。 包啊，是雨禾四岁迄年，你买校外礼物，我迄时阁讲伤过贵重啊，叫你莫买。你坚持讲要疼某，所以要送给我。也毋过即马，要着力重点。至于有关林传到底是谁，我会尊重总统的观点。阁下，这团社团经理处长即将就任下一任联合会人选，本台会持续追踪报道。谢金兆，学经历完整，形象够好。我看过回博几年哦，要选总统拢有可能。哎，小戴哥，你就欣赏伊哦？不是欣赏。 是先生，伊哦根本就是迄人生胜利组，人生了缘投，处理好呀，婚姻阁幸福，真正是人比人气死人。喂，是？啊？你讲啥？哪里你讲有禁锢？喂？喂？是安怎？ 向卡，你欢迎那遐多。小戴哥，拄下有人打电话来爆料讲，金兆宇秘书长有一个情妇，佮讲是元城大学的复仇美主角，而且因佮有一个私生女。敢有见过？无呢。啊，我拄下想要问的时阵，伊就把电话挂掉啊。小戴哥，我想要去追查这条新闻，因为迄复仇美就是我大学的时阵的主角，我一定会当查有清楚的。 免啦，这通电话有问题，迄无证无据的，啊讲无两句话就挂掉啊。迄定哦是无想要今朝云做高科的人放的消息，只是要甲抹好尔啦。小戴哥，啊若是无证据，咱会当去查。若是讲查到是假的，咱也无吃亏啊。啊若是讲是真的，唔就代表讲咱学到一个大独家。啊，卖浪费时间啊啦！金兆云哦，伊无可能有婚外情的啦。伊甲伊某感情好，迄全台湾的人拢知影。这条新闻哦是假的啦。啊，唔过好，你莫佫讲啦。你哦，还是甲迄咱顶早去美食节目的资料整理好，给演员啦。嗯。 失败啊！我感觉你讲的无一定是对的，有的人看开，真正歹，也毋过有真侪无人知影的秘密。人你讲啦，敌人敌人不敌心。唉，上道哥哥，啊不，上道叔叔，你莫去遐踅踅店啊，好无？你若是要踅踅店，我送你一个木鱼，你去边仔捏，安尼大家拢较亲近。啊，你要听亲近经哦？好啊。 我即个会使念另外一款的亲近经互你听啊，这是。阿仔，我们都去听啊，我来家洗手间嘞。哦。哦，好佳哉，免阁听伊嗲细细点啊。有啊，这件代志就安尼啊，你免阁去调查迄金兆云的代志。 你讲哦，拄则超商发生抢案，迄人哦，等就送去警察局啊。较等下哦，上道出来时阵，你甲伊走一撮。爱记你哦，一旦遇到迄犯人，你去警察局话。好，我知影。好，你等我一下，莫行紧啊。 上道叔叔，啊，招新闻哦，就是爱及时性，那会当班啊，一定爱紧啊。啊，你平常时有时有咧练功夫，啊，今仔日哪会这么皮啊？哎，拢是因为你呢，我食迄什么肉桂卷啊，我到即马，我巴肚怪怪。上道叔叔，啊，我拢已经陪你去看过医生啊，啊，你家己就爱较坚强诶，才有法度对抗过敏源啊。啊，加油啦，咱紧来去哦，若无袂赴啊啦。哎。 雨禾，雨禾，金兆云来元城大学创啥？刚刚一起来学生会老师。嘿，这新闻连我都袂讲，敢有说这边？宋老师，咱先别去，等下去警察局，呀。稍等一下，我转一下嘛。行啊，进来。哎呦！ 爸爸，这个是我做美劳课的时候画的，送给你。请修改。可乐，来。拜托你，对可乐较关心的好无？你敢不要讲伊画图真好看？至少你嘛应该讲一句谢谢。 我家己甲可乐互动，免你教我。你家己会晓？你敢知影？你已经半年哦无来看囡仔呢。顶届可乐发烧送去病，你若无来看囡仔，我看你根本就无关心囡仔。今仔日若是咪好好有访谈，我讲有知影，我啥物时阵哦会当找到你？我平常时真哩无闲，哪有可能逐天来看伊？无我专工要一双鞋要来送伊。 你莫讲我无关心囡仔，可乐，来。你看，这是爸爸要送我的礼物，你看我介意？谢谢爸爸。嗯，乖。可乐，来。你看可乐，这么不代志，你啊，咱三不五时来甲我翻呐。 好了，我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哎，等下，你这么紧就要走啊？你偌久才来一遍？敢讲你不应加杯可乐？我今日行程有偌济，你敢知影？访谈煞，我实在办公室找你，对你已经真好啊。你讲我拖我偌久的时间呐？电话共有10人，知情照人，请叫我前夫，勾结私生女人。这一负心汉，真正受够苦，我一定要替我的主角出一口气。上头叔叔，你紧去车顶摕摄影机啦。哎，这门旁遮细，迄家己啊大新闻翕啦。这么大条的新闻，嘛是爱想办法啦。 喂，你在创啥？我用自拍帮你翕吧。哦，想袂到你反应这么紧，赞哦！阿珍，你过来看卖，是不是有人？秘书长，我靠无啦。 即卖应该知影，我是冒着偌大风险来看你，那是予别人看到，我辛苦经营起人事业，都完全毁掉，所以我拜托你，卖阁还我好无？ 这查某实在有够烦，秘书长你也嫌麻烦，敢需要我替你处理？我看无安尼好，你去背个实际，讲我有一笔钱，以后生活叫伊莫烦恼。啊，不过从此以后，莫讲伫我面头前出现。是。上吊的是，但我袂只是就恁隔开进前，袂用处理我差错。这我了解。 形象证明后，竟然是这种人，我抓着禁锢啊吼！我要让全世界人拢知影。啊，你在做咩啊？无啊。无？你是头先昨晚也变走啊？啊无啦，我无啊。我讲无，手机我摕出来看卖。啊，我真正无偷别人啊。行。收到叔叔，啊，你唔是会晓新歌？ 请你带我走啦！我都听袂啦。阿丽，你讲啥？上岛到雨禾无过警察局，这两个菜鸟是创啥？好，我知啊，歹势啊。小戴的。阿丽，你创啥？为什么无过警察局？小戴的，我一定是钓金兆云婚外情的禁锢啊！ 到你家，这个爆料专线啊，讲的拢是真的。伊的外遇对象啊，就是傅秋美助教无对，我因呢个查某囝啊拢去。这个金兆云真正外遇呢？恁是无简单诶，报着遮大新闻，好佳哉哦，无去采访迄什么超商抢案，这哪有这条新闻有价值？啊，对啊。 啊！恁两个徛伫遐创啥啦？嘛，共因鼓励者，小学者。你看因哦，因两个礼拜无偌久尔，就学着遮大新闻。哦，大家是毋是爱甲鼓励者？来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恭喜恭喜！是讲对啊，上道，你在迄个角度看起来哪像足悬的呢？你是爬去迄足悬的所在翕的哦，实在辛苦安尼哦。袂啦。 其实我上自拍棒头一位啦，也毋过这所有一切哦，我感谢你啦，因为坚持要了这新闻，咱毋才当提这独家新闻。嗯，好，为着庆祝迄上岛到雨禾，我到这独家新闻，咱按时做伙去夜店庆祝，大家 happy 者。对啊，你学着独家新闻啊，恭喜你！多谢你啊！暗时恁两个人够意。无做伙来去夜店啊！小戴哥要请客哦。好啊，无问题。多谢小戴哥。我无讲要请恁哦，等者开销哦，恁着为这个月迄零用金内底去扣。恁用家己的钱去算，大家嘛算了较自在、较欢喜嘛，对。哦，有够可爱你。讲你已经派人去找别个下落啊，但拢无特地消息啊。我的人已经在找啊，这种代志当然秘密进行啊。那无我要参照警察同款，海陆空三线搜索，你要补到大家拢知影是。不管安怎，一定要找到别个下落。就算讲伊发生不幸，我都怀你脱危安。哼，真正是一个好哥哥呢。 李佳明，即卖代志已经发生啊，你嘛无替龙头行啊！我可劝你啊，赶紧把你家的财产摕到手，莫阁拖拖刷刷啊！不到最后，啥物拢无法度摕到，阁要排一条杀人罪。唔免你提醒我，我知安怎做啦。对啦，迄天朱伟老看到咱伫饭店的房间，后来咱无停下来乱啊。 卖甲我来这套，我甲学长无遮尔简单，互你骗去。这一定是你设计，你就是想要互学长无信任我，互我无靠山。啊，毋过我甲学长毋是遮尔简单，互你洗落的。你要伫阮的面头前耍这款手段，你阁无够看？什么我设计你啊？你莫乱讲嘞。哎，还是讲哦，你苏伟罗遮尔信任你。 安尼真好啊！这表示讲，伊互你食死死呢。离婚协议书准备好啊未？我已经签好势啊，这就是咱定情所讲的条件，你看看，若无问题，今日参加未？ 总算完成啦！我即卖心情哦，真正足好诶，就是要开香槟庆祝。啊，不过我有心啊，无法度啉香槟，所以哦，我就以果汁代酒。 等我摕到公会集团一半的财产，咱再来好好庆祝。嗯，你咪敢欢喜到这么早啦？若是要互咱的计划拢提早证明，你嘛得出淡薄啦。我即马除了保额的股权以外，嘛得摕到自会路20%的股权。我这种顺理成章的公会集团的。我讲安尼，应该是安怎做？这你放心，包伫我身上。 嘉明哪会搁甲周小青见面啊？刚刚是周小青过来找嘉明麻烦。即个你遮尔阿莎哩，我是绝对袂为难你的。咱即卖的关系是比离婚之前搁较好嘞。谁讲的哈？ 嘉明哦，早就一点仔关系都无啦。恁是来请离婚协议书的啦？是啦。周小青，你哪会雄雄这么过气哈？愿意离婚嘞？啊无嘞，你唔甘阮离婚哦？伊过来甲你讨钱来哦。 不是啦妈，周小青想要到朱辉楼哦，赶紧有结果啦，唔请决定，一切被离婚。就算讲是安尼，我话嘛是爱打赌。虽然甲嘉宾去离婚啦，啊，不过你巴肚内底囡仔若生落来，嘛是爱哄嘉宾。这唔免你烦恼，囡仔好好伫我的巴肚内底，假使生落来，是不是白好哩？咱够有默契。我就知影你会画帕拉克。朱小金，你俩最后你甲我偷袭，都无人要甲你抢囡仔的。 无这么简单呐！你是含面哦，啥物个来偷袭啊？妈，过门个做小金安啦，杨贵的是唔成立啦。那个监视画面，我跟我小查鬼啊，无任何可疑的所在。我看，咱得小心做这个工作。原来你中毒，那你就要保重嘞。唔通我巴肚内底金酸啊被看到，你就先藏起来啊。 到时阵，就算讲你死嘛无问题，我嘛无可能把你的金孙生去互你看。豆豆讲，我先来。嘉宾，伊巴肚内底这个囡仔未出世进前，咱一定要特别注意。你放心，到时阵妈一定替你把这个囡仔讨回来。我知影。 我嘛尽力去争取的。从算来啊，应该传的物件拢传好势啊嘛吼。我若是无传好势，我哪可以管？ 你问这敢是白问？罗彩燕，你唔是足有骨气的，是安那？关于学长用尽办法，你才愿意把这散吐出来。讲的甲做的拢无同，表面上足规矩的，啊，不过私底下如果有怪比你搁较少年的查某人，安那？学过小宝啊？进前学长常常无转去厝的，互你独守空闺。 我咧到迄个时阵哦，你就已经无安分啦。这样嘛好啦，较规矩的，离离的，你就会当去防守啊。周小金，你莫认真讲，你安尼我学我，就当替你家己漂白，家你甲朱火炉的婚外情合理化，还阁有啦。我毋是你讲的迄种人，伫这段婚姻内底，我问心无愧。对，你上了不起。 你算你真得安尼干好，后今晚帮你注意我嘛，会用也无？小青啊，等我离婚也是办好以后啊，我要替你办一个世纪大婚礼，要让公公将你娶去。安尼啊，后摆绝对无人搁敢伫你后壁嘀嘀嘟嘟。哼，你莫惊人嘀嘀嘟嘟啊！我俩算讲。 恁两已经麻痹啊！卖伫遐啰嗦啦！这离婚进程啊，还佫有一项文件啊，你也甲签签的。因为你答应过我嘛，要将我的财产还我，所以这财产过户书啊，你也甲签，安尼才有算圆满。要赶紧将我的财产过给小金。现在还甲财产过给小金呐？我那个财产行李，也唔过。你真正是有够无聊呢！ 到我的财产，我要过啊，什么人敢就要经过你的同意？紧签就对啊啦！你了真讲，你阁有权利会当监察学长的财产哦。我知影，叫你把钱为哪底啊提出来，你真唔甘。啊，不过迄原本就唔是你的钱啊，有啥物好唔甘愿的啊？就算讲你超过一刁难学长，结果嘛是同款的。所以哦，我紧看看。 卖个狗狗的。委长，罗小姐，由我来帮您办理离婚手续。哦，干麻烦你赶紧办哦，我甲小金搁要庆祝。对啊，委长，阮的电脑系统宕机，爱改用人工办理，时间可能较久，请你莫见怪。 好啦，紧办办的啦。电脑系统宕机，出火炉，周小金，你免咧设计我，莫俩准讲我会乖乖顺恁的，我都唔顾这场。即摆请两位帮我填这份资料。 也叫老朋友有那，哎，今麦有新呢，你巴肚内底有咱的金枝玉叶哦，你千万唔通有啥物事甲查。我知影啦，学长。唔对啦，今麦应该叫老公啊哦。我知影你最要紧我诶，以后我搁巴肚内底的宝宝一定会过较最幸福诶。哎，郭彩燕，我有话要对你讲。 离婚，我是足感谢你的。人讲一对怨偶就是两对佳偶，所以你愿意看破，放大家自由，这嘛是一件好代志。啊，不过你要找对象，就要找一个较适合你的，唔通不到尾啊，同款是分手。我讲的就是阮哥，你卖了做讲你离婚了后，就会当甲阮哥过过日。 这是我的代志，无需要你关心。哎，人小金嘛是好心咧提醒你呢，你今嘛做啥物态度啊？啊，你防卫心敢真正有需要叫你阿当？若是你真正暗算，哎，我叫你阿叔。就是啊，学长，我今嘛有心诶，就爱讲好话，才袂造口业啊。 啊，不过彩燕姐好亲像无想要接受我的口渴，煞煞去啊啦！我嘛卖遮尔好心啊，咱也是等去讨论要安怎分配你过给我的财产，好下期哈。彩燕姐，即卖余和已经大汉啊，有法度靠伊家己做工课来赚钱。啊，不过你咧，你无财产啊，就要靠你家己啊。 是讲哦，你已经20多年无做工课啊，想想要转去职场，一定会足困难的，你就要坚持落去哦。狐狸精，你是算啥？凭啥咪讲妈抓死我？是安怎远远就听到，什么手头无财产啦？这到底是安怎？因为着要离婚，甲阮哥做伙，所以把所有财产拢赚倒来。 学长，如果转给我，为着要让我伫咧厝内底安心生囝，你又袂讲，你面就是用卑鄙的手段，使我去苦日子。爸，你伤离谱啊呢！妈甲恁做伙打拼几啊十年啊，若是无妈哦，伫咧照顾这个家，互你无后顾之忧，哪有今仔日啊？这财产哦，本来就应该互妈，哪会当讨论去啊？这是我甲你妈的协议。 大人的代志，你囡仔人莫插。雨禾，钱本来就是身外之物啊！我好卡好手，我家己做工课，我根本无去向遐臭钱。真正我会需要钱，迄是为了照顾你甲阿嬷。即摆你有工课啊，我嘛会找一块头路来饲阿嬷。伊要爱情，就献伊啦。你放心啦，阮妈妈甲查某囝，我会好好照顾。 而且即摆余和嘛已经是大人啊，无要对什么人的问题，我可劝伊吼，莫想要挑拨阮厝内人的感情。嘛无挑拨任何人。顶届哦，你送我麦克风的时阵，我当作你已经改过啊。不管你感觉哦是毋是有离婚，咱是一家伙啊。敢讲你对我讲的话，甲对我的关心，拢是假的。我早对你受过啦，一手是要好。 是要互骂，我想讲，就算恁两个人离婚啊，还是我的爸母，只是伫无共款的所在关心我尔。啊，不过你即摆安尼，你是叫我要安怎，把你当做迄个关心我的爸爸来照顾你啊？关心你啊。就算讲恁爸甲恁妈的感情破碎啊，啊，不过嘛袂影响你伫个伊心目中的问题。你只是一个外人，甲你无关系啦。你莫对阮家指指点点。好啦，雨禾，等下等啊，无时间讲遐济啊。你的话，你弟弟若是会听，伊家就袂变成安尼。雨禾啊，你对我有敌意，我袂怪你。 体谅你家庭破碎的心情，啊，不过将来你就会当了解，感情的代志是无法度勉强的。那无，咱做伙去食饭，好好开讲一下。啥物叫你食饭啊？我闻到你的狐狸味哦，就最想要吐的。雨禾，唔通你讲话。好啦，妈，我卖面去啊，你先等去啊，我甲上到叔叔哦，爱过去找新人。 我惊伊啊，较早等下食饭嘞，我会煮一下较西炒嘞，天就惊伊手上真酸。学长，我的手机啊，刚刚去护士事务所，我给你赔啊，我等你赔啊。嗯，等你做回来。 你到三港。什么代志？户政事务所的人真正有够鸡婆，把我的手机收起来，害我找足久的，才把我的手机找到得来。无要紧啊，因遐嘛是信中啊，我找到下就好啊。哎，咱来去食饭，好啊，庆祝一下好无？ 二姐，二姐那边干哪啊？这一定是有人在做剧嘛！放下，放下！哦，我们这边去了大独家，名媛钟小青小姐的车和保鲜膜全数包住，也是遭到报复。哎，陈猛力有啥跟我说？别客气了，客气吧，客气，叫你别客气吧，别干！哎。 我一定要来确定严巧玲到底是死啊未？啊，那无我实在袂放心。 你讲别人总部回去，即摆啥物情形？迄名查无身份的女患者，伊的伤口恶化，感染严重，拄啊血压向上降落来，状况一定无法度被控制落来。严巧玲，莫讲你无依无我，我就代替你的亲戚朋友来遮送你最后一程。莫搁留恋这个世间的一切啊，一路好行。 严巧玲，准备过桥哦，孟婆汤一定要啉，千万唔通甲这么无好的记忆再去后世人哦。 死亡时间105年4月20日下晡2:10分。喂，守正，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。 깜빡이야.北汉会右窗给幺信票，请准备完成到位。来，大家干杯！干杯！干杯 你真有够厉害啊！头一边走新闻，就学着遮尔啊大条的独家新闻。为了要鼓励你，我决定搁做一份专属于你的胜利点点赏礼。好啊，那安尼我搁较打拼，啊你就继续做胜利点点赏我。到时阵啊，我的胜利点点一定会找到有档可成立女和甜点店。哎，真讲好，你若开甜点店，我袂插过。还有啥物问题？ 小戴哥，你是我的贵人呢，到时阵一定和你做大股东。你捌代志，上重要是哦，你哪继续拍拼，提好一寡迄独家新闻，安尼哦，恁的甜点店才会使开成功啊。好啦，无问题。对啊，我有想到人呢，哪会拢无看到？我袂甲伊说多少。对啊。 高制作嘛无去啊，还是走一堆毛灰啊，唔卖差评啊，好，咱来上菜鸟。好啦，好啦。无上道，你哪遮尔厉害啊？设飞镖其实真简单呐，爱注意三点，第一。 心爱静，第二手按得稳，第三眼睛专注。安尼边射红心真简单啊！哇，原来你这么厉害是有原因的哦，因为你比别人较认真，看得嘛较清楚。无怪之前你两摆救到人，这摆再来开个独家新闻。李安，我无你讲的遐尼啊好啦，这拢是愉快的功劳，这届。 会睇到独家新闻，是公演好戏啊！你要试看未？好啊，好来，我来。哎，这里。哦，哎，小个查某囡仔，拢穿到安尼哦，啊，可能只水，拢唔晓向欺负哦。你是头一摆来夜店哦，啊，即摆查某囡仔穿安尼，最正常个啊。 我唔是头一届来啊，也唔过我是感觉着关系，因为我真少饮酒啦。来这飞镖吧，我加加人耍飞镖尔，耍到我拢感觉神啊！哇，唔能看卖到哦，好看哦！你是找袂到对手，才会感觉神吧？It's show time! 今晚是接吻大赛，不管你是跟男朋友、女朋友，还是男男朋友、女朋友，只要你跟着阿娜达可以接吻到最后，将可以得到本店所提供的爱的大熊熊。小戴哥，陈红，哇，迄只熊熊居然有够高资源呢！哇，就是没有跑分去的。哥，你就是没跑一家熊熊的去啊？哦，你看陈红去玩游戏啊？好啊。 小戴哥，你莫讲生笑啊啦！我甲陈红只是同学，不是 lover。另外，今晚再加码这一支酒，看来大家都跃跃欲试了，有没有要自愿的嘞？曲喽，那我来点名喽，来，你，呜，帅哥美女们，就是你们，对，就是你们，给我掌声加尖叫！要唔我跟你啊，唔是情侣啊？不要紧啦，好上就好啊，而且只是嘴唇碰嘴唇，卖想想这哦。 帅哥美女，你们讨论完没有？大家在等你们呢，听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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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只球给你们了。那梦的城市。 热恋的滋味，不自的情要离开，我的祝福。下台不该老打他。 你上趟要摕啥东西去拿？我嘛唔知影呢，啊，就顺手就飞出去啊。哎呦，啊，可能是无上道，伊想过随便呐。啊，我身体内底迄个纠察队啊，啊，就看袂落去啊，啊，就飞出去。对。哇，这包超给钱哎！ 高志总，但是今天在什么叫熊熊？下牺牲摄像呀！牺牲摄像的人是上道，你无看伊的面哦，为拄只红甲金马龙还袂停呢。你莫甲我讲，这是你的 first kiss 啊！我是袂对你负责的啊！你莫别讲啦，什么初吻？莫讲什么初吻啊！袂对，高志总，你就是今日的哈利奎呐，大家敬意，来来。 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好，记住，我们干！干杯！我爱你阿姐啦，华丽的话。哎。 我先来去洗手间。好啊，莫生气啊啦吼！啊，飞机啊，跋倒啊，无受伤啊，好加载啦。参有如何这囡仔行啊，我一定好好甲教死的。 阿辉弟，我即卖离阮手续已经办完啦，来破坏着好心情啦吼。看你的面子受啥去啊？如何对我的报复，我就当作是予放下定啦。辉弟嘛袂听。你来当内想就好啦，啊无我先来开车，你才等我啦，嘿。秘书长也走力。我查出来是向人爆料外代记者，你给你查出来，是一个三江电视台的实习记者，叫做朱宇辉。实习记者，我刚乱爆料，这叫我料就信了。原来秘书长伫咧外口嘛有查某，啊，佫有私生女的新闻，竟然是朱宇辉报的，安尼拄啊好，我要修理朱宇辉，就有人会当甲我斗相共动手啊！ 金秘书长，你好。是你啊，周小姐。真紧，我就变做朱太太啊啦。学长今仔日已经办好离婚啊，所以我希望秘书长你会当大人有大量，多多提拔学长，我一定会足感谢你的。这条我看舆论有方向再搁讲。我是感觉即卖的记者靠键盘就白写，把咱这的公众人物拢打咧涂骹，这款的风气哦，真正有够恶劣。所以我认为咱不应该搁由在这的记者学白写。你讲了无唔对，即卖新闻媒体啊。 应该好好整顿一下，不然我大家哦，拢都是家己无名。整顿风气无遮尔啊紧啊，啊不过被修理遐白牌记者，可能会真有效果。我拄则听讲，黑白玻璃新闻的记者叫做朱雨禾对吧？安总，你有实在？圆圆，你袂恁，你就莫恁，我恁就好啊。先生，我唔是圆圆呐。哎，这天啊，原来是雨禾，我怪叫你粗鲁。什么粗鲁？你唔才是粗鲁，唔才无礼貌。 黑白人就够黑白情啦！哎呀，唔是你的女朋友啊！枉费你个无上道，我看你是不上道啦！你哪叫我名？你平常是拢叫我叔叔。喂，啊你才大我无几岁尔，啊我是为虾米还叫你叔叔啊？我着为今摆开始哦，着叫你无上道。 不上道啦！你看你啦，人家安尼，真正是。卖个命啊！阿英甲你困啊，是甲吵精神啊，对无啊？哎呀，你干那做要紧上道的？无啊，啊你为啥物安尼问？拄则上道甲高圆圆小姐的时阵，你干那做生气的？你个摕西装甲牵的？啊无啦。 阿姨，林小姐最后都北京啦，哦，真正是有够凊彩。啊，一个查甫人这么轻浮，枉费我阁叫伊一声叔叔啦。哦，真正是哦，做一个错误示范给我看。超豪，多谢你陪我送伊倒来。啊，你今摆嘛就天啦，吼，紧回去休困啦。好啦，那安尼我先来等，拜拜。拜拜。 我特别去用派出国啊！我若是要赶紧行动，強記得庇護投降啊！喂，爹哋。 我拜托你莫去讲啊，好不好？我真正知影家己在创啥，我又不是不负责任就跑走了。别人那边哦，我拢交代好啊。我拜托你，你得让我证明我家己的能力。半年，只要半年，我一定会做出成绩给你看的。 都好，你嘛来遮啊？你看起来敢若心情无好呢？无代志啦，啊，少爷唔啦，我想要等休困。哦，你等我一下啦。你心情无好，我敲一通电话。这个人伊真了解你哦，我对家你来讲的，你心情较好哦。真了解我？啊，你是讲阮爹地哦？啊，唔免啦，伊才无了解我咧。唔是你爹地啦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敲一通电话。 我即马是靠一个真了解高圆圆的人啦，这个人就是你啊。若是有人比我了解高圆圆，那呢我嘛就想要熟悉对方诶。安尼哦，我即马心情虽然真好，因旧个朋友高圆圆哦，伊就无好啊。我看了就痛苦的呢。你是毋是替我家开盘一个，我心情好起来啊？你心情无好，唔过我看你心情足好诶。 你是到远远重要的朋友，无你先讲看卖是安怎你心情好，你若肯讲，无得卡也会当对你欢喜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我的心情好，那是因为我甲我的太太已经离婚啊，啊，即摆我的心情真轻松，想要庆祝一个，煞无人会当陪。你甲恁太太离婚，阁遮尔欢喜哦？ 你实在足无情的咧，做恁太太哦，真正足可怜的。哎，我是君主呢，我当然袂用人家卡只片后讲来歹话啊。上叫伊哦，别讨客兄，啊，搁陷害我厝内边的人。我即马既然甲伊离婚啊，我当然爱好我庆祝一下。啊，你拄则唔是咧讲伊歹话啊？反正我嘛就爱听八卦的啦，无咱做伙去开讲。 我你尽量发现公益派的话听。好啊，我请你食宵夜。我猜你做过执行长，你唔知影食宵夜会引发血糖升高，影响睡眠品质，造成消化不良，影响内脏疲劳，还引发慢性疾病吗？哦，安尼哦，啊那你宵夜食煞了后，你会当去操场哦，做出来啦，啊你当较好落边哦。 好啦，行啦，绝对袂有失望的。行。哇，这个风景足水的，气氛嘛袂歹呢。 我想吼，全台湾会当用出这种气派的人，无几个啦。你真正无法失望的。暗时哦，啉淡薄仔红酒，还佫食淡薄仔 cheese， 减淡薄仔负担，还佫当减脂，会用的无？像你啊，大新的安排，就算吃一点仔的大苦，我记得啦。来，庆祝你离婚成功，摆脱一个蛇蝎美女。 一 Cheers. Cheers.嫌过你也未甲我讲呢，是安怎你心情无好啊？就敢那我欢喜，你煞遮尔虚微，我看了后是真痛苦。因为我是条公费病一时长的话，阮爹地足不欢喜的，阮爹地足辛苦咧栽培我。 煞嘛一直感谢我的选择，我若是无听伊的，我就会感觉家己足不好的。啊，不过我无想要放弃家己的梦想。你讲，我拢了解你的心情啦，因为我嘛是甲你同款。自细汉，我也介读医学，厝内面人真支持我。 我读上好学校，上好教育，不管是伫经济上，也是人脉上，拢给我真大帮助。不过自从我毕业了后，我想要去行医，煞互因叫转来管理。迄个时阵我就知影，我所有的打拼，只不过是一个营造一个形象尔，替因争面子。 我伫公会集团，只不过是一个装饰品。我要伫什么款的位置，不是我会去做主。对，阮爹地嘛是安尼。我读传播、学钢琴、声音乐，伊拢支持。啊，不过最后爱是爱我当爱学管理，因为公会病院执行长的头衔，互伊就有面子诶。 咱拢是装饰品，互咱爸母摕出来炫耀。啊，对啦，是的啦。啊，进前抢走你执行长的位，真正就歹势。应当安尼讲啦，你本来就制定你咱做执行长啊，点过即马，你嘛是共我是真啊，敢毋是？想过知足啊！我若是生伫咧一个平凡的家庭，像遐个人同款，唔知影即马会变成安怎？每一个人拢家己烦恼伫咧啦，你甲看，即万家灯火，每一个顶内面拢家己的故事，嘛家己烦恼伫咧。啊，那我啊！ 我即马上大烦恼，第上惊讲啊，即个风遮恁啊头，假使你若去看到，你得怪我。多谢你，你真体贴，啊，阁足 gentleman 呢。我进前一直拢足好奇的，像你遮尔好的查甫人，是安怎会甲朱小静迄种人结婚啊？ 你来讲看卖，当初是安怎？你会介意着做小金吗？爱情本来就是真奇怪物件，若是讲道理哦，迄就毋是爱情啊。人咧讲，相爱容易相处难啊。咱人常常因为这价值观无同款，煞会做伙，也毋过。 煞无做生活，会因为安尼煞来分手，甚至会离婚。人确实较会互甲家己无同的人互相吸引。安尼我目睭就爱闭较紧嘞，啊无会再凄惨的。好啊，那你甲我讲，你上爱惊交到什么款的男朋友啊？ 我上届惊交到生啊，就像金城武的男朋友，啊，搁有贝克汉，上吊的是吼，布莱德比特，你怎么卖掉我？哎，你安尼是做饼呢？你超过你也是讲白安尼讲安怎？伊就会送这烟斗男朋友给你啊是吗？嗯。好啦，我著老实讲，我上惊上故意的查甫人，因为迄种人哦，会互人一种足挑剔，啊，佮有一种缺乏情趣的感觉。你看，就是这种人吼。啊，我哪会即马伫咧遮，啊，佮你讲到遮尔欢喜啊？ 迄就是天公伯啊，古水的所在啦。因为伊知影讲你无介参像我这款的查甫人，也搁你无爱食宵夜，伊特别安排互你甲我做伙共度宵夜。来，来者。喂，什么代志？好，我知影，我较等下就过去啊。嗯。你介无用哦。 啊无，我先等去好啊。哎，唔免啦，我较等下哦，较过去就好啊啦。即摆我敢若想要好好放轻松一下，甲即个无介意外高圆圆哦，看遮尔水的风景，做伙食宵夜啦。好啊，食宵夜。嗯，行。这里有。 是怪罪啊！无需要，无需要，无需要，我无病。我只想讲啊，你一定真要紧你小妹啊，唔是安尼问。你伫倒找着我小妹？你是甲我讲把我帮你找卡，甲落去找无？我甲规个山拢变过咧，我找十个人哦，为这个山头找伊这个山头，结果车中都歹去，安尼。讲重点啊！ 重点就是哦，我伫咧山脚一个诊所找到伊啦。迄个老医生讲哦，伊昏迷不醒。我趁迄医生无注意时阵啊，甲包罗送来遮查起。李小姐，我即摆付出千辛万苦，是毋是当哦向你申请淡薄仔油钱甲走路工？你的好处，但是若万事我自然无你啦，唔免着急。 讲会到就要做会到呢，莫我等伤久哈。贾永俊，哥，涂小姐，打真心哦，真事莫遮激动啊，干嘛睡他？我听罪有你。 恁讲哦，甲你生活遮侪年啊，拢有感情在啦，袂对安怎啦？你敢袂讲我受过罪啊？去外面顾咧啦。哈哈，好。哥，你搁赵永俊甲我顾咧？你先去我静养啦，你做小兄弟咧，你若需要啥？ 我跟贾永俊没好哩。我不爱，我不爱贾永俊搞过来，我袂回去。老二，你先听哥的话啦，你只好好静养，等个代志若处理煞，我再让你回去。哥，你唔是唔知影贾永俊是啥物款的人嘞？真正伊甲阿姑一家人害到遮尔啊凄惨，你即马为着要对付妈甲迄款人合作，你嘛较清楚嘞。 贾永俊什么款的角色，我真清楚啦。伊真自私嘛，真小贪嘛，也毋过是无胆。我有办法治伊啦，我会记一只顾你。我知影伊毋敢对你安怎。你先伫遮好好休困啊，等下代志处理煞，我就互你回去。你是想要安怎对付我？你想要无遐尼多？ 你先在家好好静养。当洪波那过，到阵就让你回去啊！我无想要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阿公，莫烦恼我啊！我已经甲大家讲好啊，你去国外做义工。 你拍算要安怎做？我拜托你，莫阁继续落去啊！你莫做袂当挽回的代志，好无？你还是遐尔啊善良，遐尔啊关心我、疼惜我，就算是莫有做唔对代志，伊嘛是甲你当作是家己亲生后生啊！这30年来，伊家有诶拢互你啊呢，敢讲啊袂当挽回伊诶错误？这30年来。 伊为着二房的利益，定来甲大房起冲突，一日家母甲伊吵吵闹闹，互我夹在中。你敢知我偌痛苦？一个人，我叫伊一声妈妈，我就尽量配合伊。结果咧，母甲两边拢毋是人，这你家己嘛有看到的。啊，毋过我的个性就是遐尔啊硬啊。 伊嘛是为着咱二房，为着咱啊！伊是为着伊家己。啊，那我咧，只不过是一个会当顾着伫你家地位的一个妓女尔。伊对我的爱，伊根本就毋是爱，迄是自私。伊是为着伊家己。遮尔侪年来。 我为着伊，常常甲爸哥大忙，甲伊起冲突，为着保护伊，反正我真侪心思，这所做都是白了工。唔是安尼，他拄讲嘛真正是自私，伊就袂为着你甲周小姐400婚姻在自责。哥，我拜托你赶紧回头。 保证，我袂甲妈讲，你甲我关伫个遮，这件代志我嘛会当作无发生过。你甲我做伙转去好无？无可能！我本来当是一个平静、简单的家庭大汉的，根本就要经过这是是非非。啊，不过每一个家庭本来就有家己爱学习的啊，你袂当因为安尼就袂记爸妈对咱的温情。 伊互咱穿好、食好，佮甲咱穿到介等大汉，佮互你出国去读册，管你公费集团呢，感觉安尼佮无够。你当作菜市只搞破来，你家享受，我对应该感激你些。我根本就无稀罕，我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家庭。 学校有爱，是钱，还佫权力。伊是一个真自私的人，佮真恶霸。伊将我亲生爸母害死啊！咧，我特别将伊伫你家，所有一切，拢该摕走。哥，就算你唔是嘛亲生的，啊，毋过咱两个做伙大汉。 遐妹仔情是永远袂断的，哥，我相信我面头前这个人，也是迄个爱我、疼惜我的阿兄。你莫讲遐尼多。 既然已经找到你的人，我就无想找别人，无互你签名。来。 我到处抢签名。我不爱签。既然已经找到你的人，我就无想找别人，无互你签名。 来，我到处抢签名。爱情，个自自细汉伫这厝大汉，甲阮讲，拢无一点仔快乐，记得拢是痛苦的。就算你对妈有怨恨，啊，不过对我这个小妹嘞，拢无感情，啊，搁有爸，嘉亮哥哥，搁有阿妈。 我拜托你，唔系讲伤害咱岛的人啊，好唔好？你咪去讲，我都只讲过，我无想伤害你，一个其他人。这位特首，你赶紧参加咪，让我哋当市会，会当对付蔡雪娇，也够属于你的财产，我一千五你都未俾你提走。 我甲我的股份拢互你，我袂签委托书，我签认购书，甲我的股份全部拢互你。哥，只要你会当回头，我啥物拢愿意。你莫去讲啊！我是无跟你讲过，对蔡水下的怨恨，这个有托书啊，你讲伊签签的，我袂来走啊！你想要食啥？ 你甲蒋委员讲，是，你先莫遐激动啊！ 恁袂当安尼黑白报道啊！讲叫我莫激动。秘书长人遮尔好，恁做人会做人打手也不黑，安尼敢对？阮会好好检讨，感谢你的意见啊。是，阮会改进，阮会继续调查好清楚的。好啦好啦，阮一定会把事实调查好清楚啊，是嘞啦。迄金兆元支持民众，一直敲电话入来啊，咱拢免做代志啊。哪会安尼啦？金兆元哦，明明讲话就足勉强的，大家竟然阁相信伊，等到敲电话来骂人，真正是岂有此理啊！这会当讲的啊，伊平常时的形象维护了伤好啊啦，所以这个丑闻一出来哦，大家甘愿无爱相信啊，因为哦，安尼对支持伊的民众来讲哦。 差距太大了，我是绝对袂认输的，我一定会把事实调查好清楚。喂，哪有这奇怪的人啊？讲无两句就把我挂电话啊？是谁叫你歹？讲无两句就挂你电话啊？其实不是歹啦。 我是惊伊哦，伤过激动，所以我头拄啊要念清静静好听啦。希望伊的心情会当较平静的，唔再会当甲话讲清楚。结果我念无两句，又甲我挂电话啊。安尼嘛会使，我看我要甲你学一个哦。我是好滴的吗？我是，你快点去送我你的鸡蛋糕。 鸡卵糕应该是陈红夹的。哇，陈红做的鸡卵糕一定最好食，我先食一撮。好啊。那有一个奇怪声音嘛？啊，最好食，我来测看卖。哎，那设定啊，那拢测袂落。 谁为你存在呢？啊！该是炸弹！呀，跟着！快呀，完了！ 사도 하실게. 저놈을 가라앉힌 거. 유하,我讲秘书长这条新闻你先卖药吧，啊无恐吓真少危险的。袂用诶，为虾米别人恐吓我？我就要低头啊！我就无爱。喂，人哋讲敌暗我明啦，这人要对付咱，咱根本无法度防备啊。那你我会当报警啊？互警察去调查啊？顺续后叫因常常来电视台巡逻，安尼就会较安全啊。 人拢敢惊这物件来电视台啊，就唔惊你报警啦。而且哦，若是讲，我是讲万不易啦。若惊这物件的人，就是民众，是秘书长。那真正是伊，你的地位甲势力，你是无法度甲伊对抗。员工了无唔对啦，佮较安怎讲，安全第一，莫摕家己的性命讲算账。 我唔是黑白讲算数的人，小戴哥，那真正是伊假的，唔就证明伊有问题。伊唔那对家庭不忠，佫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。咱哪会当让这种人做阁揆来治理国家？我袂放弃的，我会继续查。雨禾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安尼爱惜伊的，家己安全嘛一定爱注意。 原来态度这么坚定，但真正拄到危险要安怎？我一定要好好保护伊啊！我请你。唔免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啊，无需要靠吧。 小等者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我甲你无啥物好讲的啊。你是伫咧创啥？摕你手机啊！你今日真啊怪怪呢，安尼细心细心，是毋是偷偷去惊着啊？ 收惊就好啊！我无遮尔简单，就互人吓惊着。亲像阮这种孤家寡人、无人保护的人哦，本来就应该自立自强啊，唔通遮尔无胆。我来去采访啊！玉儿，我会当保护你啊！唔免啊，你去保护别人就好啊。喂，玉儿。 做唔到啥哦，谁都无论我讲啥，伊拢无欢喜，佮跳过伊讲话口水我，还是我想细啊？哎，食饭哦！哎，食饭！我有人真好困的啊，叫食饭也袂起床。 上简单诶，有钱伫面头前，哪有可能无提道理？才阁照顾你，我算是你的救命恩人呢。我提淡薄所费是安怎呀？你的钱我会互你啊，迄个破烂是阮妈送的生日礼物，你袂当摕走。你要提錢我啊？你什麼時陣離開這都唔知咧，等你提錢我唔知等人事啊。阿姐你無同學，我收起。多謝你。你別藏啦，藏啦係我。哎，你好啊未啊？我講便當店啊，趕緊食便當。哪個對我起卡動手哦？我動手。老師，你頭頭我幫你檢查啦，我沒幫你耍，我手法沒幫你耍。 差不多100萬，你若要卖，我出100萬。100萬，你家真正无简单，一条生活条件的破烂就真有劲啊！安那有想要卖无？阿头家，敢唔敢100萬？搁天答我。 你若有想要卖吼，再来讲啦。不过这条破链你是倒位来？啊，就阮朋友哦，拜托我替伊卖啦。我打电话看卖，看伊到底有要卖。哦，好啦。我去问几间啊呢，无定着会当问到搁较好个价钱。 谢长东，长东哦，直接拄到你啊！咱两个算缘啊！啊，我另外还有代志，我赶时间，我先来走。大家，哎，李伟你好，麻烦你哦，这卡手机帮我洗一下，明仔载我再来提哈。哦，好啊，李伟。 之前你伫我遮买一条破链，讲要送互恁查囝，啊恁查囝敢有将破链送互别人？无啊，迄是我送伊18岁生日礼物，遮尔特别，伊哪有可能送互别人？奇怪咧，啊迄个人哪有迄条破链？迄是我为夫人专门向随侍珠宝商所订的呢。全台湾哦，应该无可能有第二条。 你就是讲头拄啊有人提起条破链，你来卖哦？系啊，就是拄啊行出迄个人啊，提恁查囝的破链讲来要卖啊。张永旭，你卖了就讲代志安尼准拄煞。 我绝对会等来找你算账。阿姨，奇怪，宝宝的电话哦，拢伫卡袂通，搁是进入语音信箱呢。正好，这两天宝宝伊敢有甲联络哈？无呢。奇怪，伊进前若是出国，我靠的伊拢会接呢，这届拢无消无息。伊敢会出什么代志啊？哈？ 阿姨，你莫黑白想啦，爸爸毋是有传简讯互你，甲伊讲迄个讯号就歹啦。而且伊遐尼大汉啊，毋是头一过家己出国啊，伊会照顾家己。啊，大嫂。嘉宾啊，来来来，我问你，什么代志啊？爸爸要出国进前，毋是拢甲你做伙？阿姨，跟我讲啥？还是甲你讲伊出什么代志啊？哈？ 无咧嘛，小周你安尼问啊？我今日哦要摕手机去金仔店洗啦，啊无看到蒋永俊，伊拄仔好为金仔店出来，啊尾仔头家甲我讲，伊有摕一条破链，互伊估计讲伊要卖，啊毋过迄头家一看就知影是我送互宝宝的呢，啊宝宝的破链哪会伫咧蒋永俊遐哈？伊是毋是互人骗？啊是讲伊是有啥物代志哦？这个蒋永俊啊！ 卡手这里无生气，我叫伊过保额，伊说偷摕保额破链去卖。妈，啊，敢有可能是别个摕这破链去卖啦。伊想要筹美金，或想要出国，你莫想遐尼多啦。无可能，我拢会定时汇钱给宝宝用呢，伊哪有可能欠钱哈？绝对是有啥物状况啊！啊，无安尼啦，这个代志吼，交我来查啦。只要任何消息，我马上甲你讲，好无？哦，袂用的，我家己去查好啊。搁再讲，你过两天唔是准备要出国啊？ 公司一定有足侪代志需要你交接，你无伊你的就好啊啦。这件代志都莫管啦，我家己来处理。你先去上班啦哈。哦，好啦，阿婆，我来无闲啊。阿姨，要是我拜托智群营调查宝儿通联记录，看有啥物线索无？好啊，你问看卖啊，看宝宝伊到底有出国无？ 伊若真正伫咧蒙古，我顶多较安心咧。啊，若是讲伊伫咧台湾哦，绝对是有啥物意外。我怎啊想啊？ 你要接先生这小 case， 你甲我同款哦，是善财囡仔，就是你较好话好人抱去哦。你若不甲做哦，百万年身家哦，产生风吹云散，你看着你忘袂掉。 甲免警醒家己的心思，对我无论下毒、掏空，都是条件袂安尼做的。我根本就想死个，我只是你破洞啊，只功夫尔。所以就设计掏空工会集团。你现在没有逃跑走，你现在还是自己白目，你害我无一个根，无一个棍，你是不是你骂我？都给我来想着，用我这条命。 相逢的暗暝，也是有小可希